来，我们会有一个爵士步往前走啊，注意先是左脚，然后是右脚，脚是两拍一动，然后我们的手呢会有一个往外穿出去，五指张开，啊，主要就这个地方它会有一点气势，有震感。等会儿来说怎么去做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OK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咱们的手都会有一个绕一下这种感觉，然后丢出去，然后就感觉是。搭在这个墙上的感觉哈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，控住，手臂45度，这样打开，不要太窄了，打开，好，三、四，OK，好，脚呢，出左脚，右手，不要同手同脚哈，一，哎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，它会带一点点肩膀，我们的身体啊，它会有那么一点点往前，然后起一个过程，一、二，会有点起来哦，但是身体其实在正面哈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其实身体是在正面的，就是在正面的时候给个肩啊。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，重心往下压一点。二，做延伸起来，好，三，往前走，三，给肩，身体往前。四，起来，所以说感觉它是会有一个动，and 它会有一个重点，然后去做一个延伸的哈。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。二三四，OK，好，五的时候上左脚，提左胯，背打直，然后放胯，提胯，放胯，很简单。我们的手呢，在额头上面抓，抓完之后放下来，然后在耳朵这个地方丢，绕一下耳朵丢上去，然后再落下来，握拳。OK，所有连起来是五六七走，一二背打直，三。四，哎，就连起来了哈。说再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提胯，抓手是一拍，二落下去，下巴抬起来，胯往下多做一点哈。三丢上去，没有完全打直，就是这样个轨迹落下来。OK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。所以说连起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。就是主要就是这个，呼，哎，呼，哎，身体会有点往上去拉哈，往前，然后往上走，吸个气，背一定是打直的就可以啦。啊，好的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。好，咱们继续来到第二个八拍了哈。第二个八拍来稍微会多点多一些，但是动作其实都是非常常规的啊。好，在这个轨迹上面呢，咱们可以给一个侧面的 wave 啊，然后头往左边。哎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，然后头、肩、胸就可以了。头好，肩膀右肩起来，头回到正面，我把胸顶出去，说是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的手呢，一、二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。手就抓在这儿。如果说零基础同学呢，那你可以不做这个位，就直接把胯踩出去，然后甩个头也可以，一、二，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说有基础宝宝，尽量做位，好吧？五六七走，一、二，然后原本的动作它其实这里是绕手哦，绕完之后丢，蹦蹦，就是丢手两次，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，敲门的或者是丢手的都可以啊。原本是蹦。蹦是坐胯啊，然后就是翻跳的话，他们我也会比较喜欢做 wave 这种啊，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。蘑菇做的是 wave，五六七走，一二好。第三拍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呢放在你的胸前，捂住胸口，然后头呢先往右边蓄力，然后头顶发力，把你的头往左边旋一圈到这个位置来，回到正面。OK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三。好，第四拍的时候，四搓下去，注意背打直啊。主要就是每次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体态的问题哦，手不要弯，手打直，背也要打直，然后立起来。OK，说连起来是五六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，大，三、四，大啊，拍的是三四大，五六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大。吸起来，
OK，好，五六七的时候很简单，我们的手呢在你的胯腰这个位置抓五六，然后胯的轨迹啊，朝我们的前面开始，到左边，然后到左后方，然后胯换到右边，然后再起来，所以说是前左下右起连起来，前左边左下方。后方，右边，起来，就练起来。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，哎，然后绕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上我们的手，五、六、七，同时抓手，五、六、七，好，两拍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下，然后。五六好，七打八大，这里啊，手放下去的时候，看一下我们的胸的一个轨迹啊，胸的一个方向。先下，七放下来，七好，大的时候转身体转胸，五六七走，七放手，大转身体转胸，八的时候伸出去，收回来，八大，最后把脚伸回来，所有四个方向，七打，头还在正面。八，右手伸，双手伸出去，大，收回来，收左脚，收五六七走，七，大，大，大，嗯，你可以抓啊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八拍，说连起来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哒，五，六，好，七，大，八，哒，OK，是我们前面那个八拍动作，我们从头来捋一下哟，准备，五。两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打五六七打八打，OK。好，咱们继续往下学习。咱们来第三个八拍学习哈，然后我们最后手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原版它动作其实是摸脖子，然后呢，摁胸，再弹开，手的轨迹摸脖子，然后摁胸，弹开，右手就扛起来。好，有很多翻跳的话，他会就是摸的胸，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，但是反正轨迹都是一样的啊。然后主要都是做的 wave，起始点先从下开始，然后再出脚的手往前，好，往上，然后到这个最高点之后，摁进去。弹回来，所以说是一二三，哎，好，连起来，五两七走，一二三，好，四的时候我们的轨迹啊，胯先往前，哎，往左，往后，再到右，说说前左后右，然后往下，慢慢的去转身体过来，往前，往左，然后往下。然后再往右上提起来，所以说会往下蹲一下哈，连接起来。哎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连起来。OK，这样头，哎，头慢慢的也是啊，回到这个位置，先低头，然后往左边走，往后面，最后到右边。啊，OK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连起来是什么轨迹呢？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、二。三，好，第四拍的时候，and 的时候来起范儿，好，往左边，往右后方，最后到右边，主要是把轨迹连起来哈，然后加上头，五两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五六，好，七的时候踩左脚，摸屁股，手的轨迹摸清楚一点点哈，七摸开，重心在左脚，把右脚拖回来，八的时候。八打，原版是八打。如果说你来不及做八打，你就直接八打开收右脚，八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说这个地方连起来是五两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OK，简单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学习啊。我们再来说一下，主要就是。头胯间的一个轨迹，你不要做反了，不要就是说断掉，断掉就很容易看起来不协调哦。五、
两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，好，最后一个八拍哈，二二三四的时候手丢上去，然后落下来，好，出右脚上，踮脚落，OK，好，五六三四的时候出左脚做左胯，然后就在这个高度上不变，转动脚尖把胯给到右边，然后左手去提左胯，右手提右胯，然后上去，站直，下巴抬起来，手捂住你的一个脖子。对，是往上的，气息往上，所以说连起来是五两七八，丢，落下，然后搓，搓，上。OK，再一次五两七走，丢，落下，搓，搓上，，Yes，好的，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。搓搓上完了之后啊，手就在脖子上面，继续往右边蓄力，往左边旋一头，有两。拍啊，五六，延伸多一点，看到后面的墙啊。好，第七拍的时候，顺势到这边，头顶发力往下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不是摸地板，是摸到你的大腿后侧。然后八的时候，抬头，旋起来，塌腰，主要就是头顶发力，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塌腰起来哈。所以这连起来是五六七八走，六。起八，OK，这是我们前面四个八拍的内容，后面稍微简单一点啊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捋一下第三和第四，先慢一点，然后从头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，打四。五六八，OK，好，咱们整支舞前面四个八练一下第一部分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，二二三四打五六七打八打一二三。四五六七八四二三，哒四五六七八